三峡黑心被死行人请美食被熊子尤其五料理行人卡黑六三口家不过三峡被行人家家路没讲下的讲到三峡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提案韩国当年为闽南的迄个有螺丝面粿、肉粿、韩国香喷喷的金牛角面包，按旧有一群餐厅艺术家想要改变游客的印象，希望大家韩国层面了解三峡的文化内涵。迄三峡人的李梅书是台湾有名的艺术家，伊韩上个时节个热心参加地方政策、美术教育，也主持首长三峡主持庙。李梅书经验馆同艺术家如合作办的梅书日。用模型美术馆按人家理念，我一家给李梅书的画作，并到店家人家地图，同跨两位的艺术家作品向下展出，希望同上下打错做各有彩体特色的语文修正。未来的路幕连轮的风筝降落，各有老师面的建筑。在改当年对三峡老街的体印象。老街属地官员层次丰富的金牛角面包，披起了改装，在改当年改后的三峡之意。对三年前起时，一群餐厅艺术家团队美术纪念馆合作，一盘美术业，对美术面作行上街路，入到店家面部吞沙去。民众韩国容易接近李梅书的画作，要结合彩天艺术家的作品，本无强用色彩的艺术有个新方法。韩国希望游客对三峡的印象，不但唱起老街团金牛角，做得韩国层面了解三峡。把李梅书的画出墙，在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李梅书，转角就可以看到李梅书的概念，然后整合了三峡艺术家共同来做一些活动。李梅书是台湾有名的艺术家，为热心的参与地方政策、美术教育也的工作。1947年主持重修三峡主持庙的时间长达36年，对建筑团设计如果用心，团主持庙打造出融合东西文化个特别的庙，还个有东方艺术天堂的后面上。他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画家，因为他身兼六个行业，第一个。画家，第二个庙宇建筑，第三个庙里面要参与宗教，第四个应参与政治，然后第五个三峡农会的理事长，第六个学校里面的教授嘛，因为他生长在三峡，因为他认识三峡，喜爱三峡，然后奉献三峡，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个性，他是一心的都在为了公众而在奉献。李梅书通过多位调位调卡，用到主持每位建筑空，每空个像真实的调位调卡，有1000只卡架，专家证实至少有106种调位，还有7种台湾特有种。调友都认为也是个特别的松雕身体，每本人按照调位庙。它的柱子雕刻非常的精彩，尤其是以花鸟柱这件事情非常引起人家津津乐道。包括台北的鸟会都来做过调查，哎，的确里面真真实实，哎，有100多只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台湾的鸟类，哦，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今年很希望把这个关于鸟的这个议题，能够放进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展点，这个三峡历史文物馆，我们来变成是我们创作家共同共襄盛举的主题。梅书日展店自己的三峡历史文物馆，就用调位做主题。除了李梅书的画稿以外，还请了跨世代、跨两辈的艺术家来做一场调位 party。他在三峡祖师庙哦，在这个当时候施工过程当中，他为了让他的这个墙壁上的雕刻能够是一种最精彩的呈现，他自己亲自。投入画稿的动作，画出他心目中最漂亮的一个花鸟的一个图案。昆里梅树的画作上附近，特别请来自然生态作家刘克雄参展，第二摆公开亚体观察记录的调味素描《韩国生态笔记》，另外还有陶艺家作为用调味屯春天做主题的创作，表现出春天欢喜的感觉。春天到了。就人跟鸟一样，通通出来，然后出来这样子的感觉是很快乐的。
每有人行古朴路线，做出又有艺术感又有实用性的飞盘。因为这次梅树业的展出，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百鸟朝鸣，我们这边要当个鸟馆，所以我就用这样去思索。李梅树已经作古那么久了，那我们现在是因为它的曾经过往的存在，为艺术的努力，那我们这后进呢，来欣赏它。由三峡菜地自发性的民间艺术行动为树叶，已经系第三年呢。用富强美术馆的理念，今年空台串联19个展演素材，展出李梅树原作同65个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本民众亲身体验街头巷尾，就看得到艺术的奇妙。我们希望说，带动地方的繁荣，就是用各个景点不同的，譬如说宗教啦，比如说教堂啦、庙宇啦，然后咖啡馆啦，还有餐厅啦，还有文物馆啦，这种方式给不同的烈性，有不同的人来到三峡，给他这样的感受，不止三峡人，还有外地人来一起来感受，真正的要用精神的文化来带动我们的繁荣的概念。若是消费性的文化或是产品，它其实在消费消耗真正在地的文化，因为快速便宜，就会让人家没有时间没有耐心来看到它基本原来的文化，所以那是我们最后的最终的目的。店家本身都有要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好，在地性，这样才会让人家驻足去品味品尝，甚至才会去了解原有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第六届世博名业三峡高飞，也把每开放天然的户外空间，为艺术家用种植艺术的形态展出创作。一直关关心生态环境的艺术家赖同亚，就用三门水库屯年来来小做生态用雕铁树的风，希望很像民众对于环境的关心。来长期哈，都注意的生态啦，哈，环境友善啦，这一些事情啦，哈，所以我一直就是往这种的方式在思维，在创作，所以我用这种东西来说环境这样的一个脆弱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当然这一次的展览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就是用我的蛹啊，然后在这个场域上来做一些呈现。来同阿恒开放七阿六下的帕格山家庭美术馆，除了展出李梅树亲笔画的虫迷结，还有以七阿用树的韩国肥奶作为创作。今日下午石头在帕格山家庭美术馆前，与从抽屉入屋飞，前面客家歌手罗思勇来唱歌的，正好弹的歌声带本观众过浪漫的韩国空间。梅树月安尼个发通，唔但像做迄以李梅树老师伊作为一只主角，甚至做迄个样板戏带通也提防，还有韩家多位艺术家一种创作的态度、老精神，甚至呢就讲人讲的艺术系从生发度行，艺术也系从土地行去开发结果。这次采用林咖啡香酥美好时光的咖啡馆，每天梅树业策展团队的邀请下编组展点，本单是行东方示范艺文风格的咖啡馆，该雕上西方的油画，有另外一种风味。李梅树的屏前生物画的是李梅树的漫舞，因为背景的树屏风屯点旁边的老师米充满，看起来穷用穷用，看得出来策展团队的用心。刚开始我们的店里面是走一些像比较像是字画方面比较少放到像油画类的东西，那没有想到哦，油画放进来之后，哎，让我也非常觉得哎很惊艳。李梅树三个字非常的熟悉，但是老实说要知道李梅树到底是做什么的，小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借由这次的机会啊，我真的是哎重新的认识李梅树这三个字，终于知道是大师。三峡国主从彩地文化为艺文空间。每天布展团队的创意下，编组的每位其中的强下的每位强火锅，不但只有李梅树的油画每位，还有当代艺术家用无穷用的素材创作的每位作品，每位入场展，包括抢人用的每位花，
还有嫩白汁、草叶毛、香香等颜色的肥叶做的美味，还有太型的美味屯上夹肉街结合的肥叶作品。像李梅树先生，他有很多关于老街的创作嘛，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猫咪带一点老街的元素进去？在制作的时候，我就上网找了一些图片，然后去图书馆查一下三峡的老照片。然后因为当时很多的店或者是房子都不在嘛，所以但是老照片里面有忠实的呈现啊，所以我就把它里面某些店名啊，然后还有一些特色复原在那个我的创作里面，所以就是把猫咪跟老街做一个结合啊。就连本人们都会做布雕，每系镇店之一。店方表的李梅树的油画、树种、花种的五主角的气质，屯店方表的东西相帮相似。当然，每还有彩体珠宝艺术家展出原石设计作品。很荣幸李梅树这个画能够进驻到我们店里，可以让我们的店感觉很有艺术气息。他是我们三峡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因为有他。有李梅树才有这个三峡的艺术光环，所以他能够让整个三峡更美，而且能够让这些家长和小朋友能够来我们店里啊，然后来看李梅树的画，可以提升这个国际的艺术的竞争力。因为我在三峡住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一定要参加，尤其三峡这样好山好水好人文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梅树的本艺术行上上界纪录，店家名副沙气如何展店，艺术展演形态个独样。本人做得韩国行业艺术，不过事前的策展团队是很无限凄惨，但请去联络店家，同艺术家沟通整理资料，就用了过多的时间。其实艺术家常常都是非常专注在自己的创作上，但是今天如果要变成是一个平台，那我们其实就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沟通，甚至有很多很多的理解。这个理解比如说对李老师，李梅树老师生前他以多重的身份扛起了很多的责任，包括这么艰难的一个祖师庙的一个重建工作，我们很想知道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毕生的能量为这个小镇做这么大的付出。我们想去学习他的那个精神。三年来，但是从小一直到今年已经19个点了，其实是蛮大的啦，懂胎啦19个点本身，而且就艺术家内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没有很多啊，所以人力上当然很吃紧。当然，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懂翻译啦，因为我本人看到了东西，像我来改变俩整个城镇不只是一种的现象，经济的现象，我们要希望说它有艺术的芬芳，也可以让人家嗅到，所以不是只有三峡的金牛角。民间自发性的彩体艺术法通文书业，虽然力经费就唔啦，不过艺术家还是希望这条方面的富强艺术馆，做得本艺术韩国这片上面文化，实现艺术生活化，来打光原先的艺术能量，从上级打错做各有彩体特色的艺文修正。